我是刚刚列车的那112年1月1号瑞发洪家路，时间09分刷拍是有列车通过。来这边好一样，看到吗？4813次哦，新龙发车将深号向下八道子条客车，准备通过。也这样四节啊，DRC1016 DRC1024 DRC1028 DRC1030 四节 DRC 原车超客车4813次哦，青龙发车进入三号香港八道子超客车，在瑞芳红桥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